这是什么？你们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沾杯的？不是沾杯的，猜不出来。红烧，直接，我要先先这个。好。好。是惊喜还是惊喜？是惊喜，吃的应该都是惊喜。是惊喜，吃的应该都是惊喜。是这边特色对吗？对。好，我看看。因为平常别的地方吃不到。真的。你不要那种山产哎。加加。我刚看他们菜单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菜，是那个蜜蜂。 跟有一个像竹虫那样的东西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会不敢吃，但是我觉得善存会为了面子把它吞下去。藕包很重。哎呦，蚕、竹虫、竹虫、竹虫，你敢吃吗？我没有试过。你看起来很兴奋。因为我以前做行脚的时候都会吃到一些虫，原住民啊。然后本来还蛮害怕的。 但后来我吃了之后发现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可是目标是过，我们就点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你不能吃，对不对？我吃素，立定成佛。这个看嘛，今天敢吃吗？我有悟性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点惊。那你先，我先吃，我真的觉得有点惊喜。他说这是有点像椒盐，你不敢吃啊？椒盐，他吃素，你是不敢吃吧？你看得到他的，看到他那个，他根本就是完整的。 是把它当什么？当零食来吃的。你就把它对，你刚好热，你把它这个卡里卡里好了。它很像鸡皮，真的吗？鸡皮？不可能，真的。它一定要是。我现在身体有点痒。花生可以。花生可以吃啊。配它的哦。好了，那我。今天好棒哦！你真的是蛮像鸡皮的，真的。哦，好了，我试一个，我试一个。哦，不要看，最小的。好哦。 这也是花生吧？这是那个，这是，嗯，好吃。哎，还没，还没有。哎，你就是要人家喂。有，真的很好吃啊！我知道太少了，吃不出感觉，再来一个。不是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。哎，女神喂你吃，哎，咬下来。哎，对，咬，咀嚼。 头皮发麻了，那么快吗？可爱哦！当巴玉把那两个盘子打开哦，我看到是虫的时候，我是愣住了，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去碰到这样的食物，没想到我就献给花甲少年去旅行，然后我真的是很不想夹哎。可是这个是很好的蛋白质哎。